桃园台茂的购物中心，听说这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雪白圣诞树，哎，在哪里嘞？我们去找找看吧。圣诞树，哎，它什么颜色的？白色。白色啊，好美啊！它上面的上面好漂亮哦。来，哇，成品的圣诞市集是摆着一堆娃娃，对，超有趣的，而且娃娃好可爱哦，做得很棒耶。是最厉害，看看超大只的，这么大抱都抱不动啊，100公斤，骗人的，他说他100公斤，骗人，你哪有100公斤？它是最重吧，可以坐上去吧？哦，你说它是真的可以坐的马吗？怎么可能啊？啊，真的假的？不行，这个马一定会腿软的啦。这独角兽吧？当，也有小只的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我们没有带水。Donuts 甜甜圈也有圣诞节的包装哦，超可爱的，来一盒吧。它是怎么样？有大脸吗？另外一边啊，不一样图案的，你看，好可爱哦。都好可爱。买一个这个的好了。一棵树哇，它这个也对，这个也来一个，好，来这个也来一个。
捏蛋棉花草莓，这里。我来吃一个一般的天使青森苹果派，就这样，我们的下午茶在这里。一圈上桌喽，好漂亮哦！哎、欸，真的是有圣诞节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你看看这个盒子包装，好可爱哦！快看看，好吃。里面就是小朋友最爱哦，这是三个的耶，跟我们之前吃的五个不一样哦，你看看。因为它装饰不一样吧？对呀、啊，这个更精致的感觉。对，哇，不得了了！哎呦哎呦哎呦，马上拿起来吃就对了。这个是橘子茶。对，这个也好可爱哟、哦。这个是巧克力啊。你把爸爸的果茶树给毁了，你看看这个树，树干被它吃掉了。你也可以吃一口抹茶，好不好吃？小朋友是不是一般都比较害怕？等一下给爸爸吃啊。我的呢就是苹果派，然后这个也是给小孩吃的。我也来应景吃一个棉花糖的圣诞节哦。好幸福的滋味哦。你知道棉花糖吗？有啊。QQ 软软的。吃饱那个好吃吗？巧克力。我爱吃巧克力。哇，航航你也爱吃人家，你爱吃原味的。我们还点了一杯熟成蜂蜜橘子茶。现在内用都没有副吸管哦。嗯。所以直接杯盖那边打开开口就可以直接喝。对，响应环保嘛，其实喝习惯也 OK 了。好喝哦。现在来试试看我刚刚买的抹茶。抹茶口味，树干被抢走的抹茶甜甜圈，颜色好缤纷哦！好吃吗？嗯，它上层有薄薄的那种抹茶的香味，对，然后但是它里面有内馅是那种奶油的 哦。真的吗？还有内馅呢，太神奇了，蛮好的。这种的话最好吃。奶油控在这里，对，蛮混搭，混搭蛮蛮好吃的。对，哦，哦，爆浆了，爆浆了，好吃的。知道草莓吗？嗯，好吃。上面还有好多爆米花哦。它不是爆米花，棉花糖。还有圣诞老公公。啊。所以圣诞节快到了。对啊。圣诞节英文怎么说？不知道。Christmas。Christmas。好，棒棒哦！棒的白色圣诞树真的很漂亮哦，还有成品的圣诞市集，有很多小礼物哦。有空的人可以利用时间过来逛逛哦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。